今天我们来卢卡诺这边，铁手攀岩，带了三个新人。这里有一个小湖。到一个小的观景台，你去被他滋一下。这个开了就会出水吗？为什么他要这样设计呢？可以剪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KS 的起点，现在到了一个我可以歇脚的地方，感觉他们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。今天的风景跟德语区的风景比还是稍微逊色很多。我们在下面感觉学姐跟韩林都已经快不太行了。反正你到那个地方就已经可以换锁了，不然太远了。有没有个本子可以写？要写，我等下要写。拍完了，你走吧。我有些许累了。不知道哎。已经2:30了，爬了。而且走这个都不用换扣，我们以前走这个要换扣的，就没有多一条这个上面这个，以前我们是没有的。以前我们的三姐走这个贼快。我也拍呗，手机拿出来就拍啊。
他没有，他没有手机。对。拿留影。交给你，我送过去给你，好吧？不用过来，那不行。我可以过来给你。到这里，中国人都有资格做你的学生。本区最高学历的学生。好，可以了。真的离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。在哪里？在哪？所以拍到照片了吗？不知道能不能捕捉到他的手机掉下去的那一瞬间。你小心一点啊！你记得住在哪吗？这有点像刻舟求剑了。你按那个播放声音，一直按就好了。啊！有吗？我操！摔坏没有？摔坏没有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觉得学姐今天高低得请我们吃个饭吧。上来的时候小心点啊。